伙伴们，走走走，这沙虫是出现在沙漠里的领主沙漠 boss 对吧？如果它出现在黑龙的旁边，它会不会吃掉黑龙呀？众所周知，它会吃玩家。伙伴们，我已经召唤出了足够多的沙虫，现在我们来召唤一下黑龙，看一下会发生什么事情。黑龙出现了，好多沙虫入侵它的领地，黑龙会不会攻击它们？黑龙好像连我也不攻击了。伙伴们，伙伴们，原来黑龙并不会攻击沙虫，它只会攻击玩家。原来怪物之间是不会攻击的，只不过有一点好消息，就是在黑龙的领地，沙虫也不会攻击我。你们看，他们待在一起。等会儿我把黑龙的火焰引到一个沙虫的旁边，我们来试一下。伙伴们，现在我把黑龙引到了沙虫的旁边，我们来试一下。伙伴们，原来在烈焰星，沙虫也不会攻击黑龙，黑龙也不会攻击沙虫。你们千万不要做这个实验了。